肌肉方面各方面觉得都还按得蛮舒服。坐在这台呢，你感觉到好像大拇指在顺着你的肌纹，顺着你的经脉在往下撸一样，真的好像真人在后面按摩。坐的中间这一台，它的力道啊，按摩的力道比较符合我的整个的身形，力道比较强，酸的地方都有按到。中间那张也是它的那个力道比较够。按摩力道是最舒服的，就像有真人在帮我按摩一样。按之后，我觉得三张里面来讲的话，中间这一张的力度最好，最适合我。力道比较刚好，比较有按到要点。真的按摩椅就是比较按摩球比较刚好。